真是狗啊！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，明天截止之前要是还没凑齐3枚金币，我就要被永远困在这里。不行，必须得想想办法。 醒来了，大小姐。起来了，大小姐，梦到我了。吃饭了？不是吧？就是这个。这个已经是仅剩的食物了。 如果我们再不出去，还没封掉，恐怕就已经先饿死了。嗯。一哥，你把吃的都分给我们了，那你吃什么呀？我不饿，你们先吃。 哥，你过来一下，来呀！哦，你这是……我今天任务完成了，明天早上收到的任务金币就有3个，我就离开了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你马上就能离开了，怎么还不开心啊？一哥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我还差点把你当成坏人，你记得吗？
这不就几天前的事吗？当然记得啊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出去的一年、三年、十年，你还会记得吗？你还会记得我吗？这么难忘的经历，我大概一辈子都忘不了吧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你要一直记得我，拉钩。你这水平可以啊！你站住！别过来！哎呀，不就搭个纸牌吗？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？总之，你不要靠近我就好。 正义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动我的纸牌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要动我的纸牌！这么紧张，看来搭纸牌就是他的任务啊！正义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混蛋！你变了一神经病！哎呀，你先别急。正义。我恨你！你看，你有了这枚金币，你就可以出去了吧？你弄倒了我的纸盘，又给我金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一样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是……哎，别说，我什么都不会承认的。正义，谢谢你。客气什么呀？你就把我当成你的榜一大哥，主打一个陪伴。正义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彼此陪伴。那到时候我就做你的私生饭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哎呀，又走了一位。我去，竟然忘了要他的直播 ID 了。谁在里面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看门开着就进来看看，没想到是你。你不需要做任务吗？做任务是为了早点出去。可是外面和这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过是一个更大、更孤独的世界罢了。不过就是失恋，也用不着这么悲观吧？至少你还有爱你的家人啊。我的家人确实很爱我，但他们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只给我留下这个。不，抱歉啊。没什么好抱歉的。或许有些人生下来就该是孤独的，比如我。哎，最起码你还能记住父母的样子，而我从记事起就在孤儿院，对父母没有半点影响。对不起，
我不该跟你说这些，害你也这么难过。没事，我确实曾为此感到难过，但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很多好人，他们总会在我最孤单的时候给我安慰和鼓励。人生不就这样吗？有人离开，有人出现的，你终究会遇到那个真正陪你走下去的人。你这是，或许我不能陪你走下去，但我能帮你走出去啊，直到找到那个陪你走下去的人。正义，谢谢你。正义，你今天利用游戏 bug 来干扰他人任务，是很不明智的决定。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。你反应还真是慢呀、啊，那都多久以前的事了？如果你再利用这个 bug， 我将剥夺你离开的权利，你将永远的留在这里。我不在乎，程序出 bug 不都应该自己解决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最后一个任务终于完成了，快祝贺我！啊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，祝贺你！等我从这里出去，一定要去商场血拼。你想什么我都给你买，PS5 4090还是斯波林篮球。嘿，你还真懂我呀。不管怎么样，要先恭喜大小姐脱离苦海。祝贺你姐姐。好想吃火锅。我也是，我好想逛街呀。